9月14日下午，原生精细坊在天津大剧院举行珠帘寨导赏会。被网友们称为最牛的历史老师的袁腾飞与林科一同为大家讲述了京剧珠帘寨和其背后残唐五代的历史故事。网络知名漫画家胖不墩也携他的漫画新书《说段京剧你听吗》进行现场签售。原生京戏坊将于9月21日下午2点在天津大剧院小剧场上演传统京剧《珠帘寨》。天津京剧院的青年老生林科与夫人严红宇一同领衔主演，以无胸脉原生态的方式演绎这出幽默诙谐的京剧骨子老戏。林科曾经凭借这出戏获得第5届中央电视台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金奖，可以说这是他下了很多功夫的一出戏。